玩呢，但是总要躲。喂喂喂，喂喂喂，喂喂，我靠！啊嘿，要反我！不要这样啦，一直反我。好，来到了。好，恭喜你们，你们终于有画面可以看了，恭喜恭喜！我也开心，你们也开心，对不对 ？P 五要两个，我都可以，好不好？无所谓，什么医护啊、奇雅啊、波风兽啊、善意啊、生化人十八，全都拉得出手。你要我先选，我来扛，我来扛那些什么蓝丝什么的，我也可以。我今天都在玩波风兽。我靠，这么强，单杀哦！帅耶，马修班迪的。等一下，粉龙在下面，忘记了。干，好的。粉龙在下面忘记了啦，应该去下的。靠，为什么这个超赛等级比我还高欸，玩得不错。强的。玩得不错。但是可惜差主播一点。啊，也不是说差主播一点。玩得不错啊，确实。他节奏看起来是还行。毕竟他等级竟然比我高。完了，救命！我靠，他没有帮到我啊！啊，可惜啦，他没有跳到他。我很相信他的说呢。选择留着反应。哦，看错了，原来没有野啊！ Nice， 漂亮漂亮，辅助开得好，对吗？
是谁啊？靠北，消失。完啦，终于躲一躲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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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靠！他一个致命普攻把我弄死了。Later。哎、欸，完了！我靠！我靠！怎么射到是我？看一超赛还是有点强哎、欸，超赛，嗯，超标啊！好、哦，超标吗？倒没有，但是有点强这个角色。要给我换呢、欸，我也是没办法。有蓝实在不是很好打，我先带个边好了，先等我一下吧，先等我，你们不要让他，不要让，不要吃龙就好了。他死。哎，可以跑吗？好、哦，哎、欸、哎。欸我想说，蓝斯不是啊，我想说这个马修死了，他应该开大的，结果他还有大，我知道他们在里面的说，这把比较平均一点，对不对？靠呀！但我说不知道为什么会往上面跳。骑了个怪怪，哎，他一直防我啊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要疯了，各位！哎，又防我！不要这样了，一直烦我。
我靠，这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我怎么五杀了？等一下，我怎么五杀了？不是，等一下，我不知道，哎，哎，我真的不知道我五杀了。等一下，发生什么事情？我怎么五杀了？我真的不知道我五杀了。我以为我四杀而已，我怎么五杀了？嘿嘿嘿。要大头了，三十的输出啊，被挡住了，但没关系，我三十的输出刚好三十。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刚刚我也来不及反应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看一下，我来看一下。哇靠！哎，有点帅耶。